各位善知识，刚才讲到舍机用车鼻的用车鼻三段文呢，到第四段是指所愿鼻都已经说完了，那么就是讲到增出火则，增出火则就已经出三界了，通通都出来了，这段文在法华文句里面呢，它是有惯心的，这个惯心道理啊很熟深，如果会修惯的人能惯心，依这个方法可以做惯修行，是一种修行方法，那么说起来道理很多，我们现在只简单的说，虽然是说的藏教声闻位的断三界，断三界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的境界，但是在修观的时候啊，以原教的境界来修观，是，以藏教的道理用原教的观法来修观，所以以观心来说，以中道正观啊。直观实相就诸法实相之理啊，那么直观实相啊，这个心一境相应，心法相称啊，心一境相应就是观实相的时候以实相境相应啊，这个叫做是指所愿，就是是其愿故了啊，就是愿，这个实相之经啊无穷无尽，数穷横边啊，境既然无量无边，观也就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之经啊要修观必定要勇猛啊，那所以这就是心个勇于啊，那么用心研究这个实相之经啊，求其实相之境啊，那么必定用心要很猛烈，所以叫做锐，越是力啊，用心很猛很力的去观察这个实相之理，那就是心个勇越的越，既然心境互相研磨啊，这就所谓互相推排啊，那么心观境如果妄念起，那么排除妄心而求实相的真境，那么就是真心排妄境，妄境出而真心正啊，那么好像互相推排，那么心王心所缘的境界都能相应啊，由此直去以实相妙境，那就叫做进贡持轴啊，遍观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等一切诸法，法法无非是相，随举一法当下皆是实相，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是法是法住法威，世间相常住，那么这个境界就是增出火灾，就是已经出火灾，假如能够观到实相之理当下实真，那就是已经出，不但是出三界火则，连这个九法界都可以超出到究竟佛国，这就是以藏教的文字啊观原教的妙理啊，这个道理很多，这里只是大概的提示一下，详细在这个法华文句记里面啊有详细的说明啊，那么上面就是舍机用车鼻第二这段文讲完了，接下去第三等四大车鼻，诸子已经出来了，长者不起分别，每一个儿子都给他一个大车，大白牛车显示平等，这就所谓显实了，前面是开权，到这里就是显实，显示一时会三归一，开权显示啊，那么文字有四段，第一复见诸子免难欢喜鼻啊，科判都在书名上啊，经文说
世时长者见诸子等安隐得出，天于四句道中落地而坐，无无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这个时候长者看到三十子们都很平安的出来了，很稳定的很平安的出来了，超出三界啊，而且这些诸子们出来之后啊，既然出了三界啊，到了这个大路上，皆于四句道中，四句道就十字路啊，十字路啊，四通八达的十字路，这些儿子们出来就在这个十字路啊，在那里坐下来了啊。四句比四谛，比方四谛，苦集灭道四谛啊，这个落地而坐啊，那个落地就是比三界的四惑已经断尽啊，就没有被这个见思惑所盖覆了，所以叫做落，显露出来了啊，真心显露啊，清正偏真涅槃了啊。那么由此啊，就他安坐在第四阿罗汉国的声闻果位当中啊，坐在所得到的果位而不肯再往前进了，所以叫做落地而坐啊。他们都坐在第四阿罗汉国的阶位当中啊，他觉得很舒服啊，哦，出来之后很舒服啊，他就坐在哪里了，就不想走了。这就比方声闻根性的众生啊，一四地法修行出了三界，断见思惑出三界之后，他就觉得四智已经成就了啊，所谓所作已办啊，不属后有了，心里很满足，就坐在哪里呀，不想再往前进了啊。那么既然在四句道中坐，就没有障碍了，不像在火灾里面有障碍，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无福障碍。因为由此他这个子福果福都断了，生死了了啊，就没有障碍，生这个安隐之祥啊。那么这个时候长者看到这种情况啊，三圣的弟子们都已经出三界啊，不会再被这个三界的苦火所烧啊，所以其心泰然啊。泰然如果越三十之家，他们见思惑断了，不会被见思惑所局限了，所以心里很安静，很泰然，很自然的情况。那么站在长者的立场看，这些这个他多生多劫度的众生，现在已经超出三界，不再被这个三界苦火所烧，所以心也泰然，很高兴啊。所以接下去说欢喜踊跃啊，看子免难，当然长者就欢喜了，欢喜到至极啊，就是踊跃了。所以这些声闻子都已经得到灭度啊，心里高兴，所以就是欢喜踊跃了。长者也欢喜，诸子也欢喜，大家都欢喜，但是境界各个不同。第二，诸子说车比啊，这个时候既然出来了，当时不是许可他你们出来，我给你羊车、鹿车、牛车吗？现在他们出来了，看到长者没有给他车子啊，还没有给他车子，他就问长者要车了。这就说明前面所说的，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咸以恭敬心皆来至佛所等那一段文啊。十，诸子等各百复年，复先所许完好之居，羊车、鹿车、牛车，愿时四宜。这些三十子们声闻根性已经出了三界，出来之后啊，他就向长者父要求啊，你不是说哎要给我羊车吗？有的说你不是要给我鹿车吗？有的说你不是要给我牛车吗？希望这个时候就给我啊，这叫做说车，说求说，问他要啊，问长者要车啊。所以这些三十子们出来之后，禀白以他的长者父说啊，各白复言，每一个都有这种的心念
啊。那么张哲富，你事先许过要给我很好玩的东西，那些器具，所谓羊车、鹿车、牛车，啊，我希望你趁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吧，是给我们啊才有的玩。这段文就是比方啊，声纹人在欧韩正国之后啊，到了方等会上，听到大法呀，啊，持小木搭了。所以就这是众生的根基慢慢要成熟了，在哪里求说大车。到了般若会上啊，佛教他管理家业了，那么也转教初学菩萨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想要车了啊。到了般若会上，他觉得他已经得到别教的利益，方等会上得通教利益，般若会上得别教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他更是想要大车了。长者要给他大车，也要需要他觉得很需要的时候才给他呀。如果他还不想要，你给他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慢慢的，等到他肚子太饿了才给他吃。到了法华会上啊，前面舍利弗三请啊。就是经过三番求情啊，那就是大圣根基已经完全发出来了，这就所谓口说，用嘴讲出话来向长者要求要车子啊，那么所以接下去啊，长者就给他车了。所以下文就是第三段啊，等是诸子大车比啊，贫能给这些声闻子们都是一个大车，大白牛车，这就是显示，证明显示，就前文所说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显示这个道理啊。这个等是大车比，里面有四段，那么现在是第三段的等是大车，这里又有三段文。第一，标章标出长者要给诸子们大车，就是经文所说的舍利弗，而是长者各是诸子等一大车，标章总标车等子等两张，所以叫做标章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就对于舍利弗讲，你们要等是大车呀，所以提升舍利弗呀，要他注意一下啊。那么那个时候长者呀，各是诸子各每一个人一辆大车啊，是给他每一个人，每一个声闻根性的人，现在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的，都给他一辆大车。这说什么？这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大家的佛性相同，都是佛子，声闻是子啊，缘觉是子，菩萨当然是子，就是五百人三界六道众生通通都是佛子，以佛言来看，没有一个不是佛子，佛性没有偏啊，所以等平等的各是诸子一个大车啊。当时已经出三界的已经都有大车，那么也留些大车给我们这些没出三界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辆啊，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个大车啊，可是我们还不晓得用，不会开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开车啊，如果不会开车的话，大车给你也没用啊，不过白在哪里当古董也蛮不错了啊，好好看看一看玩玩了啊。那么等一大车，等是大家相同啊，一个大车就大百牛车啊，以法等故啊，无非佛法，一切法都是平等啊。那么前面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是大圣，都是摩诃焉，摩诃焉就大圣啊，所以等是大车，人人都可以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到了法华会上没有个不成佛的
所以叫做等，啊，等是每一个人都一个大车，啊，这个歌颂大车啊，就是随他的本席，过去所修的，无论是四谛也好，十二因缘流转法面也好，六度也好，啊，与各个的习气所习的不一样，所以叫做各，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通通都是大圣法。通通都是一佛圣，没有一个不是大法的，所以叫做啊、这个通通都是各等数一个大车给他。下面是第二试车灯，解释这个车啊、大家相同的大车，而这个车的内容、它的车体、车的相状啊、它的作用，在下文都一一啊详细说明，啊，其车高广以下，就是解释这个车等有两端，啊，第一是证明车体，啊，说明这个车子的体，体积，它体积啊，这车子有多大，哦，里面是情况是怎么样，啊，然后第二是说明是有车之有，啊，有这两端。现在先说证明车体，车的体积啊是什么样子。这个文字里面道理很多，现在先顺着文字念一句解释一下啊。其车高广，车大摆牛车，这个大摆牛车呀很高很广，车子很大了，是大车嘛，一佛圣大车，很大很高很广，虽然是个假名车，但是由高往下，这个比方佛的知见广大深远，前面不是说过吗？如来知见广大深远呐、其车高广，就是说明佛的知见广大深远。一佛圣法里面所讲的都是佛的境界。所以这就说明佛的知见，佛知佛见都是很广大很深远，所以叫做高广，车体高广啊、因为佛的知见呢，横州法界之边际，竖车三地之原敌啊、横州法界，十方法界无处不变，这不是广吗？啊、这个一佛圣法无处不变，无处不有啊，这是所谓一正法界，这个法界的离体呀、横遍十方，就是广，数穷三际就是高，啊，前面五际，过去五际，后边五际，未来五际，没有边际，那不是高吗？啊，所以这个一佛圣的大摆牛车呀，又高又广，众宝庄严。这个车子啊，不是那木料做的，是用金啊、银啊、七宝琉璃等等去做的啊，很多的宝，众宝不止七宝，好多的宝去组织完成的装饰啊，装脚。就是装饰啊、把它做得非常的庄严好看啊、那么这就是比方啊，因地修万行六度万行啊、广修六度万行庄严成就的大车，就是成就万德啊、所以叫做众宝装脚。这是车的题，车体就是如此哦，又广又大又庄严啊，那么都是众宝所成，这个车体。周这蓝墩，车子周围呀、车子周围还有这个栏杆，啊，横的叫做栏，竖的这个柱子叫做墩，啊，周这车子的四面周围呀都有栏杆，啊，周围都有栏杆，这是比方啊。总持陀罗尼门，佛地上的功德有总持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呀、能总一千法，持无量意啊，能保持万善正常，
慈善布施，能保持遮住一切恶法不起，能遮众恶，恶法不起，遮恶不起，慈善正常，所以叫做总持。周遮难顿呢，就比方这个总持一切法的陀罗尼啊，所以佛国的陀罗尼们无穷无尽啊，好像这个大车周围有这个难顿啊，这是车的外向。四面显灵，车子上面呢，它有屋顶哎，有屋顶，四水的啊，这个四个角伸出去的那个地方挂有这个铃啊。有这个金铃啊，这个铃啊，风一吹会叮叮当、叮叮咣咣会响的，很好听啊。这个四面显灵啊，就是比方佛国上的一佛圣法的究竟真理呀、啊，必定是具备四无碍变。四面显灵就比方啊，四无碍变才啊。法无碍变，慈无碍变，义无碍变，要说无碍变财，这个四无碍变财来下化一切众生啊。佛国上具备这个无碍变财下化众生，好像四面显灵表示四无碍变。那么这个铃声响亮啊，众生听了生欢喜心，那就是下化众生的功用，所以叫这个叫做四面显灵。又以其上张色显盖，又在车顶上面呢、跟周围啊浮张显盖显呢、车幔车子的周围啊有布幔，有布幔围起来，很好看的这个布幔是显盖，是宝盖，在上面最上层的上面呢有宝盖，很大的宝盖，这个宝盖很庄严啊，在上面盖佛珠啊，车幔的这个显呢，比四无畏，佛国上的四无畏显也是周围四面有啊，四面都有，四面又有都有车幔的显，比佛国上的四无畏啊，这个四无畏前面都讲过了，实力四无畏等，前面都讲过的啊，显是车幔。就是比佛的四无畏功德，盖是盖伏在上面的，在最高的地方往下盖伏，遮蔽福印众生，这比方佛的无缘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具备实力的功德啊，那么超出一切，所以是最高的地方啊，那么也比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不可思议因地所修的凡心庄严啊，在一切功德当中啊，慈悲最高，普应一切，普福一切，所以这个宝盖比佛的大慈大悲，无缘慈同体悲啊，无缘慈啊，就是佛的慈悲心要使众生得乐。离苦得乐，要使众生得乐，慈者能以乐的这个心啊，无条件的，这个无缘呐、啊，以现代化来说就是无条件的，并不是说你给我多少东西我才给你慈悲，不是这样，佛无条件的，他爱护众生，怜悯众生，度化众生，无条件，任何人都度，只要可度的根基，他都度啊、所以是无缘慈，啊、看到众生受苦啊，跟自己身受一样的，感同身受，同体大悲，啊，众生的身体与佛的身体没有两样，看众生受苦就是佛自己受苦一样，所以叫做同体大悲，赶快要使众生离苦，这就是同体大悲，以这个无缘慈同体悲普覆一切，普遍爱护一切众生。所以佛有实力功能的智慧超出一切，又有这个无缘慈同体大悲啊，盖覆一切，福应一切，啊，我们大家都在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下福应住，我们都在这个宝盖之下，大家都在这个佛的宝盖之下，大家都享受佛果上的这种无缘慈同体悲的感受，啊，那么冥冥中啊，佛，啊，这个加倍我们得到无量的殊胜功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啊、
所以难免有些人啊，我学佛很久了，我也修行并不错呀，但是我并没有什么感应，佛也没有现给我看呢、他也不敢我落能鼓啊、那好像是佛都忘掉我的一样，实际上佛时时都在怜悯我们，都在爱护我们，我们自己就住在这个无缘池铜底杯的这个大宝盖之下，可是大家不知道，那么因为佛没有在帮助我，没有护佑我，这很大的错误啊、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护佑，没有停止。亦以珍奇杂宝而掩饰之，同时也用很珍贵很奇异杂色的宝物啊来庄严装饰这个车子，这就是比方啊因地修万善庄严啊、来庄严这个果地上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说，此若具足十力无畏灯，名如来慈，慈悲心如果具备实力，是无所谓，这些功德啊，是无碍变，这些功德都具备的话，那就是无缘大慈啊，就是同体大悲，所以叫做杂宝庄严，宝寻交乐，这是指这个车外呀、车的外边哈，除掉栏杆之外，它还有众宝所做成的那个绳子啊，好像现在的彩带，这个彩带在周围的车体上啊，装饰起来，交络交相联络啊，这个比什么呢？比四弘誓愿，因地修行的四弘誓愿，因地的四弘誓愿就是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福相交络成就这个庄严的功德，坚固大慈悲心，所以果上才能成就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叫做宝寻交络。垂珠花音，花华就是花音，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帽子，古代的这个天冠了、天冠的帽子啊，帽子有这个带子啊，人们有这个带子，这个带子垂下来的带子啊，叫做璎啊。还有一种就是璎珞，庄严身体的璎珞，挂在胸前的璎珞啊。垂下来的是指的这个帽子上面的冠，天冠带着这个两边的带子垂下来啊。花很好看，同时也是很多花的装饰庄严，这是比方菩萨修行的四摄法成就现在果德上的神通啊、智慧庄严，四摄就是四摄法呀啊、布施、爱于力行、同事，这菩萨道上的四摄法啊、先用布施来摄化众生，用爱于来度化众生啊，那么有利益众生之行都要去做的力行啊，那么跟众生同事来施受众生，所以叫做垂珠花音，就是四摄法施受众生啊，以各种的殊胜神通境界来使众生生欢喜心啊，也比七觉之微妙的华曼啊，来装饰果地上的这个大车的庄严。重复宛然，重复宛言，这句话是指车内、车里面、车子里面啊，车子里面的辐射很殊胜、很好的那个毯席了，好像地毯之类啊。啊，那地毯之类敷在里面，圆是圆形的，碗是美丽，很美丽的地毯，很美丽的装饰敷设在车子里面呢、那么有这些很庄严的装饰在里面呢，那就可以在车里面呢要怎么样的休息呀、要坐啊、要饿啊，都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个碗是美丽，比方和顺
纯调和的那个地毯肉质之类原席就是座位，古代的人呢、都是席地而坐坐着，现在坐着用凳子啊，那是以后的，都是以后的。差不多以历史来观察呀，汉朝那个时候一般人都是坐在地面上，都是坐地，席地而坐，没有凳子，席地而坐啊。所以日本人到现在啊，他还是在榻榻米上啊跪坐啊，那种情况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种习惯，一直到现在啊，他还保持这种席地而坐的那种的习惯。那么后来由凳子坐高了啊，对这个座位设在席地上反而是忘掉了啊。实际上我们古代的人呢，都是在地上啊席地而坐，所以出家人印度的人也是席地而坐。出家人有这个具，他这个具啊就是垫的啊，坐垫，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可以坐的地方啊，他这一块布垫下来就可以坐啊。一方面防预防这个地面上有脏的东西，一方面也防备这个衣会弄脏了，所以自己带一个具，这个具本来是垫坐的东西啊，垫坐垫卧的。所以在车子里面呢，用这个很好的地毯之类敷在地上有座位。这比什么呢？比禅定，比解脱境界啊，比这个观念心修一切禅定啊，都是很柔和柔顺，很美丽，很庄严，就好像车子里面的这些服饰啊。禅门呢有观念宣修的分别啊，九响观、八背舌、八圣处、十一切处，这些都叫做观禅，叫做观禅啊。九次地定叫做练禅，叫做练禅，九次地定练禅。狮子奋训三脉叫做熏禅狮子奋训三脉熏禅。超越三脉叫做修禅。这个道理如果你要详细知道这些禅门的意义啊，要看那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智者大师著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讲的，由他的弟子法神法师笔记起来的。观念熏修四种禅呢，在次第禅门的第十卷、第九、第十卷呢，有详细的说明。这句话就比方这个观念熏修的禅啊，好像这个车子里面敷的这个正光啊、引诱啊这个地毯啊那些装饰品啊，敷得很柔软啊，就比这个禅定、解脱、三昧啊、这空无相、无愿这些道理啊。安置单枕，枕是枕头啦，单是赤色，赤的颜色啊，单是赤色表示有光明，有赤光啊。枕呢有内枕外枕，内枕外枕的分别。车内枕是枕头啊，这个敷在地面上可以睡卧的用的那个枕头啊。车外枕呢也叫做枕啊，就是车档子了。古代的车子是两轮的，两轮，它这个两轮车如果前面有人拉住啊，停下来的时候后边有一个木头啊把它挡住，挡下来它才会平稳呢 才不会前后摇晃。这个车档子叫做枕啊。那么车外枕是车档子，就是外枕啊。车内枕是枕头啊，这都有表法。如果是车内枕呢，比方可以休息啊，这就是比方伸手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像睡卧有枕头就可以休息。这比一行三脉，比修一行三脉，专修一行修成就了，可以休息身心啊。有这个般若智慧到了禅定境界，修一行三脉成就，可以休息身心，所以叫做车内枕，比这个一行三脉。如果是车外枕，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就可以把它停下来啊，随所到的地方都可以停下来，要动要静都可以自由
要动的时候把这个车子拿起来就可以走了，要进的时候要停下来把车子啊摆下去，它就会静下来了。那么这就是比方啊，这个即动而静，即静而动，动静自如这种的禅定境界啊，要静要动自由自在啊，那就是车外真。上面都是说那个车子了，那么有车子必定要有交通工具来拉它呀，否则它怎么动啊？啊，所以古代只是用牛啊用马来拉车，现在这个车子啊是用百牛来拉的，驾驭百牛，用百牛来拉这个车，这百牛啊就是比这个无漏般若，般若啊，无漏智慧的般若，它能够领导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一切万行，去向于佛的一切智的国海，沙婆罗海就是国海，佛的国海啊。由这个百牛拉车，好像无漏般若智慧，没有烦恼的无漏智啊。这个般若智慧，般若能够领导你所修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法。一切万行去向于佛的国海啊，所以驾这个百牛车就是无漏的般若智慧。为什么用白色呢？白是本色，一切颜色的根本啊，这白是本色啊，就是指本有的无漏智慧清净无漏啊，白是清净的，就是比这个无漏智慧啊本来清净，与无漏相应，所以叫做白。那么下面说明这个白色的牛啊，它的殊胜点啊，肤色冲洁，肤色冲洁这句话应当是肤冲色洁，肤冲色洁，肤皮肤，皮肤很充盛很肥啊，这个车子啊，这个牛啊，这个牛很肥很壮哦，这个皮肤啊，内皮跟外面的皮都很充实，肤充，颜色很洁净，因为是白的嘛，白牛嘛，很洁净啊，肤充色洁，肤充比方一切善法都究竟圆满，色很洁白就是一切恶法完全断尽，就烦恼断尽的意思啊，色洁净就是烦恼断尽，没有烦恼，所以叫做无漏智。皮肤很充盛很充实啊，这比一切善法的功德究竟圆满，那就说明啊体具万德，好像皮肤很充实，烦恼完全断尽，不会染污这个车体啊，所以叫做它的色很光洁啊。又比方这个四念处啊，四念处好像这个大白牛，能够领导一切众生出三界啊，那这个福色冲洁就好像四正行啊，善法都能修满啊，就是福冲，恶法都已断尽，就是色洁啊。接下去说形体殊好，说这个牛啊，牛的形象，它的体质很美很好，那个女字旁一个猪字的殊啊，就是美好很美很好，这是比方这个车子啊，拉车的牛是很充实，很体质很圆满很好，很美方啊，很大方很美丽啊，那么这就是比这个四如意珠，37道品的四如意珠，欲念净慧的四如意珠啊。那么这个牛啊，拉车的牛都比这个37道品啊，表示37道品去向于究竟国海，由大精力哦，这个牛的精力量很大哦，由大精由大力，精比五根信心念定慧的五根啊，有五根是能生一切善法的五根，由大力由大精力啊，这个大是连珠的大精大力，由大力量比五力，五根生长
啊，能够摧伏烦恼就是五力啊，有大力就是比五力。行不平均啊，这那么这个牛啊，它走起来一步一步很平稳，很正确啊，向菩提道上迈进，这就是一圣之行啊。以下是一圣之行啊，一直到奇迹如风啊。行不平均啊，就是比这个定慧平等，定慧仅平，禅定与般若智慧平均啊，不要偏移一边。如果定慧不平稳的话，偏移一边不行的啊，所以必定要定跟慧要一样多，好像车子两轮啊，定慧与仅平。行不平均，就比方啊，定慧平等，也就是七觉知，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呢、啊，就是要这个定慧平等，啊，七菩提分的定慧平等的意思啊，就是择、净、习、除、舍、定、念，用念觉知来配合前面六觉知，分成众的时候用择法精进习三觉知。散乱众的时候用除舍定三觉知，这样子就会定慧平均，所以叫做行不平均。接下去说奇疾如风，走得很快，奇疾如风就走得很快，这个牛很健康，走得很快。疾呀、啊、就是快呀、啊、不要看作生病啊，不是怕病哦。哦，假如说这个牛生病了，那糟了哦，怎么走啊？所以这个中国的方块字啊，它一个字有好多用途。这个疾字，疾病的疾也是用这个疾，疾病的疾大家都知道生病啊，可是这个疾字用这个走得快的时候用这个疾啊，那么如果不知道的话，把它看作生病，就是意思完全翻了啊。其疾以如风，疾速疾，速疾啊，有些地方上面加了一个快速的速，就是一看就知道了，其速疾如风啊，风走的多快不得而知，因为古代呀、啊、没有现代的粪射机啊，也没有现代的各种的这个很快的交通工具，超音的交通工具没有这个快可以比呀、啊。佛想了想去，可能是只是有风可以比吧。佛他是直走的，风啊直走啊，也像这个刮台风的时候也走得很快呀 啊从菲律宾一下子到台湾啊，所以这个风走也是很快啊。拿风来比，哦，这个车子走得很快，牛很会跑，跑得很快。那么奇疾如风走得很快，比什么呢？比八正道，八正道。哦，这个好像风走那么快，因为它往前走啊，不会歪的，不会歪啊，不会歪就是很正，很正就是比八正道啊。那么一八正道熟悉就能够到了这个般若智海，一切智海啊。要到一切智海，就要乘这个大白牛车啊，奇疾如风，很快就到一切智海。又到仆从而事为之。车子里面，你在里面休息啊，他还有好多的童仆啊，佣人啦、啊，啊，从前的奴婢啊，童仆就是佣人，佣人啊，有好多佣人来侍候你，就侍者啊，侍卫的，就是侍候你，保卫你啊，因为你要所有的一切生活，他都会啊帮助你啊，来维护你，维护你啊，所以叫做仆从而事为之。这比什么呢？比度众生的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啊，权巧方便做度化众生事业的方便波罗蜜啊，他能够随顺众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的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啊，那么随顺众生的各种情况啊，他都能够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那么神智魔王外道二圣一切都是他方便的智用啊，所以维摩经啊，
维摩诘居士说，那个魔王啊、外道啊，乃至一切，通通都是我的侍者，都做他的侍者啊。那么这里又多仆送而是为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说明果地上的神通啊，可以呀、度化众生到了究竟涅槃啊。这就所谓呀、很多仆从而来侍闻你啊。那么这就说明一圣依佛善法的修行之快，很快就到五白游旋的宝所啊，就到究竟的境界。那么到这里为止，顺着文字的笔方啊，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表达，大致就这样说完了。说完之后，这段文里面包含还有好多道理啊。那么比方这个原教的十一呀、一时相之理，还有好多道理没有说完啊。那么第一要先说这个惯心啊，以这一段文来做惯心的功用啊。那么如果能够修惯的话，与原教的这个一心三观来惯这一段文的配合，能够得到很大的这个圆惯的受用啊。那么惯心惯完之后啊，他还要比对像这个十圣惯法之类啊，在四教义里面曾讲过的。那么这段文只是消文，顺着文字的比方消文说完，而这个惯心等啊，除掉惯心，还有比对这个十圣惯法的意义啊，这些都需要再说明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